大家好，我是红茶哦。今天来分享一阵哦，觉得蛮不错，是蚂蚁的。蚂蚁的曹操五了，然后姜维居然只有加一啊！他的加一姜维能这么强，也是很神奇哦。那最后夏侯惇打了十几万，姜维也打十几万哦，就这样。我主要还是有证实曹芳吧，就这样上了一大堆的毒。我姜维就可以不断的发招哦，来暂停一下，觉醒剂。哦，所以姜维搭配在毒阵上面真的是效果很不错哦，加一就能这么恶心，真的太强了。我看持续的打，完了再加孙鲁豫，姜维就能不断的一直动哦。我看到蚂蚁之阵打成这样子哦，我也想要把姜维放回去哦，放过去了。何况我的姜维都加二了吧，还加三，快加三了。好，学他一下。哦，很不错哦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哦，分享给大家。加一的姜维就这么猛。好，拜拜。